真的很厉害，他网络上呢有一些影片，然后他是那种神手，而且没有想到，哎，我还可以这样子玩。最近有一首很流行，我们就先考你一下好了。请问你会不会拉小苹果？五六七八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？哎呦，好，通过第一关。第二关，请问你会不会拉 ？Let it go, let it go.的演奏好了，不如第一首你就来，你要拉什么歌？我们要先看一下你到底实力在哪里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是黄辉的那首对对对吗？黄辉那首对对对。呵，我们就先欢迎依林带来的对对对。之前是学一年就去考，你说你刚跟他讲你学一年，你不要那个我要抓了，已经是四年多了，但是之前不会二胡的时候要去考音乐班，是学一年就去考。哇塞，这年拉这样真的是很不简单哎，你一天练几个小时？八小时，一天吧，就等于是你醒着的时间都是抓二胡，就对了。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要去考音乐班，每个老师不敢收我，因为他们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就是都。不相信说我会考上，然后我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让他们知道说我有这个能耐。好励志哦！我觉得你可以，你现在几岁？你可以，我现在19，你19岁，是年纪超轻的二胡精灵还会带来什么惊人表演？广告回来告诉你。